你看，也没摸下，也没摸下，统统摸下，不你给他骗到的啦！啊，哎呀，莫干，吼、哦，搞齐了啦！啊，莫干摸莫干新闻点，哎，请了微信，阳光学院要四个字，摸啊，一啥子都摸啊，啊，哦，错不定来，抢给生，抢给零，吃草了。我应该请阿妹吃看奈喏，阿妹老高有些记者动手呢。算了，我觉得其实没有灯也好。那干没灯也好，本来想哦，哎，灯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简报剪下来，好，然后找人家弄一个网站，好，把它放上去，好，把我们学校那个历史啦、做那个事情，哎。全部放进去，哎，然后呢，弄一个专户，好、哦，这样子啊、哦，来长期接受募款，按张油耗啊。做网站，你还沾什么？而且这样子，学员会有一个沟通跟抒发的管道。哎，不过有庆重要的哦，都要出名，出名了以后啊，才募得到款啊。谢谢你啊，我知道你很努力，可是媒体这件事哦，我觉得效应也是短暂的。而且现在媒体都喜欢报道一些新三色有的没的那种东西，报出来不一定好，而且他们写到中错真一定都写坏的、啊。可是不然怎么办？哎、欸，我们的钱只够用到这一批毕业生呢、欸。哎、欸，他们毕业生走掉以后，后面我们可以撑多久还不知道呢、欸。麦迪拉，慢慢来啊，一步一步给给啦，一步一步给给。好，替补你用的给给，讲啊。其实下一步要做的事情，金针菇已经帮忙了。啊？你上次给我很多社福机构的资料嘛，我觉得下一步就是跟他们联络。我们应该走出阳光学院，跟他们多接触、多合作。干嘛笑那么开心？我
舅舅叫我搬回家住了。真假的？小声点啊！那你答应了吗？答应了。好棒哦！哦哦，白痴哦，比我还开心哎。因为每次想到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学院，我就觉得很难过。范小平，有你真好。对，谁欺负你吗？走开啦！我要找店长。干你哪！哎，白痴哦，回来呀！养老了。白痴哦，给我了。你干嘛？好了，哎，现在班上怎么样？还好。出去外面等了，走，先给他上班。咋？你给我站到门口，我厉害。哎呦，哎，那很恐怖的。你还扮您呢？做事。东东，来哦。谁啊？谁啊？谁啊？很母。哎，金毛。哎，快过去就好啦！安尼拄到门口，然后我让你去啦。哎，鬼子，走吧。走。对了，等一下。干嘛？是要零钱，十块钱就好。要干嘛？用我的好了。自己投。要投什么？每个月十号要捐十块钱。今天不是十号。十号我又不一定会在这边上班。捐给谁？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中辍生啊。我靠，那么好，居然休学还有钱领。哎呦，不是领钱啊，是替未来做准备啊。就像可以帮助那些中辍生一样，可以找到工作，努力赚钱啊。所以像阿杰这种志工跟教头，都是需要这种薪水才可以努力工作。我的卖肉卖肉，猪肉老鼠肉。小平，你店里怎么不卖猪肉？神经病哦！加较慢的啦，等我啦。白痴哦！他们要走快一点，不然会被火车撞到。吃屎吧！妈，我很想跟你去打工哎，一个人好无聊。金毛，你到底想嘛个？龙门广播的，来谈落去的董事总讲，可以无钱，我用会办毕业典礼。大家来买肉，我们没钱办毕业典礼哦。买肉，买肉，买肉，我们没钱办毕业典礼。现在大家来讨论一下毕业典礼的方式。我们虽然预算经费都不够，但是一样可以办一个让人难忘又值得纪念的毕业典礼嘛，对不对？来想一些点子，可以。省钱啊，好，并不表示啊，好就没有办法举办。好，大家可以想出一个新的方法，好，可以跟以前不一样，好，可以试试看。看神木，拜拜，拜拜了，是看神木，不是看神坛啊。还有神阿里山，还有大家可以讲啊，比如说我们来办一个毕业旅行，都很棒啊。啊，你每天晚上打牌？去潜水。各位同学，潜水可以。不好意思，我有话讲。你要带我们去潜水？你们毕业典礼我不能参加。因为我决定要出国念书，然后会先去念语言学校。金正姑，你开玩笑吧？毕业典礼还没来。挺过分的，妹妹。你这样不是跟大妈一样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们不要为难金针菇了啦，他想要追求他的梦想，我觉得很好啊。如果你们真的爱金针菇的话，应该祝福他，而不是让他有所牵挂。你们刚刚不是有提了很多点子吗？对不对？像你刚刚说去看神木嘛，很好啊。还有没有？安娜，再说一个。跟他讲诶，如果你们喜欢金针菇，就应该给他祝福，不要让他有所牵挂。好像太多了。哎呦，那中意金针菇哦，都太常老去讲啊。你刚才董事长诶，还跟以前一样，每天八卦来八卦去，你烦不烦？哎，我是董事长啊，我当然要关心员工的幸福啊。员工幸福了才能够专心工作，对不对？对。哎，还有，干嘛啦？来，来，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啊，我误会你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总以为啊，你比较爱我，现在发现不是。哦，我可以留住我的幸福了，谢谢。教堂他有话跟你说。那个，我们毕业旅行去住帐篷，然后我煮晚餐，然后骑脚车，不是也可以坐三轮车？嗯，可以吧？可以哈。你可以。对。好啊。你决定就好了。好。就这样了，你们长大了。嗯，好。他什么话跟我说？没有，没事，快走，我们还有事情要讨论，拜拜。白痴哦，你没有讲重点。哎，我是谁？小星星哎，不可以说谎。我觉得是金针菇喜欢教头。是教头喜欢金针菇。金针菇喜欢教头。是金针菇喜欢教头啦，你不要再怪小星星了，是不是？男人的心，女人不懂。什么东西呀？你有男人心是不是？我也这样觉得。白痴，你又有男人心了。白痴。好啦，其实金针菇喜欢的是我。你去死好了！你刚回来，去卖口香糖啊！最白目就是他。临时隔天出国，要不会同到同学整理啊？去毕业典礼参加，也唔许无参加，要懂乖。那我想说，这阵子学校好像已经比较步入轨道了嘛，那我就开始请假。哦，亚都老娘去卡不卡通用，有嘛好乖啦？哎，呀，后位老师多无情呢！哎呦，无计较钱的老师哦，搁较衰呢。你怎个想下好吗？呀，做唔得梦啦。哎，江老师，你就好好准备出国的事情。
谢你来这边帮忙这么久。那阳光学院很希望你回国之后能够偶尔给我们上一些课啊，然后一些跟小朋友们的分享这样子。哦，哎，你讲要做嘛？讲重点。听错个呀？等下收听迄募款啊，户外体验课程个，听错要转来。等下转来，希望大家做得不挨欺骗。哦，你不用转，都会讲嘛个。走马街，感情的事情哦，总得勉强。好，嘿，不话讲这话哦，好，去解幸福啊，啊，你都去解追求，我拢讲过话哦。来啦，凉茶哦，你加加哈，莫解事情哦，讲清楚，你讲清楚。你什么时候要娶我啊？没想过啊？你觉得我一定要嫁你哦？没有啊。阿公走的那天，是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没错。你以为那就是他要你娶我吗？我不知道。拜托，阿公才不会希望两个不相爱的人在一起。你想偷爱，我不想干你。听不懂，快去追金针菇啊！哦，闹热了哟。很闹热，我都好搞来做老师嘛，来看三年。哇！讲咩啊？
学生们决定要就骑单车去环岛，想要邀请你一起来，然后出发日是18号。18号哦？可是我们飞机18号。那没关系，我再跟他们说就好。哎，张老师，我们11点多的飞机，你们环岛应该一大早吧？对，我们是大概七点从学校离开。那应该还来得及，我先载玉秀过去，然后再去机场。谢谢。你们两个应该互相有感觉吧？绝对不是你单方面喜欢他。我想过啊，既然要出国，那就不要牵扯到感情比较好。反正有缘就会在一起嘛，没有缘强求也没有用啊。放得下吗？要练习，练习放下。车来举到后头家。阿妈又绕这片公路嘞，你记得以前。那俺提前去拿，俺你顺便练一下，做得来哈。好。哇。主任。哎。你要回去哦。我呀 ，I'm 董事长 ，of course。那你老婆跟小孩该怎么办？I'm 董事长 ，she's my wife， 所以她是董事长夫人，她要学啊，对，这个她要大气一点啊，为了学校，对不对？对。No problem， 没问题的。哇塞！哎，哇！棒！棒！哎，大家好。张老师，方便聊一下吗？好。He is 玉秀的 boyfriend。哦，我还以为是正义的 boyfriend。有两件事要跟你谈。第一件事就是上次玉秀跟你讲那件事，捐款的事，我希望你还是可以收下。其实真的不用，学员现在还撑得下去。可以请你帮个忙吗？因为我也是要帮我把公司结税，你就算不收，也是要给政府，这样会不会比较没压力？其实不是压力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先跟你讲第二件事好了。我觉得你好像误会我跟玉秀的关系了。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一阵子，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看。我们一起出国，只是坐同一班飞机而已。我们是去不同的州，我把她安置好之后，我就要去纽约念书了。Thank you.
到齐了哈，哎，好，你要上。好，我虽然是学员的新任董事长，不过希望在这个比赛之前呢、啊，在破瓦工大树下，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你们。来，金马来，希望你们啊，在这次散打比赛、啊、能够旗开得胜，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来，我们来一起加油一下哈，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祝你。我想跟普拉公纳米嗨。我也要，我来呀。来喂喂。普拉公长姐了。哈哈哈！普拉公在鼓励大家，要听话。我妈一直在咬普拉公。妈，你在跟他说什么？臭蚂蚁！来哦，布瓦公在给能量给大家，有力量。布瓦公，感受一下。原来你可以好演的。感谢同一段时间本来的鼓励。当当花哦，来讲出来。尤其是面对亚特的生命的世界，换人一新仙女大仙女，欢迎你回来！你把眼鬼也过来，这也不错吧？不会飞的风筝，七个都带很满意，对的，走嘞。更哎，你对未来，你该想法。回来了，但希望会想。用他加阿妈，老金针菇讲唔中意佢吼。阿唔真正来讲，我昨天有事情要写，写不出来。写信啊，写我爱你，叫她嫁给你们。快点啦！啊。唔要他唔讲，做人迄态度是，我两个啥？哎，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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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要橄榄油诶！好，许哥伊啊，伊啦伊啦伊啦，去啦！呀，母鸡都孵唔出来啊！来来来来来。
少年嘞，你哪呢？哎，我以后跟你有机会啊。好了。这边啊。我到机场，不到机场停车场，好不好？你别讲伊个啦。来参观还唔止，如果外家叫人出来看我呀，老外讲起有人咯，就来遐，从遐种资料搞起啊。这里还没读多了呢。安迪，安怎嘛搞会到的呀？加油！老李阿坤，机车的同学，我要去死人场。喂，注意哦 ，Yuki， 要小心哦。面前那只老佛。哎，去追机车的。你抓着鱼啊！你慢点，有好命，再有手，你不爱讲笑话，你不爱自杀。做几好心啊！你情绪动上边，你还哪样着诶？那都急，还了解啦。哎，那个小杨，注意啊！那个主任，主任啊，就讲你啊，主任后面那个问机车原因，遇到机车的事。海牛街机车老妈，俺们上本基地，起先爱最聪明，然后依靠高中，考到以后，几天回来就去睡觉。俺们动建设，起先爱最机车，然后做一只阳光机车男，东东。有一段时间，俺脚会穿体嘞，俺们那动猫。不过，我迟到不看见老朋友拢当生气，所以我当下老几条公事。我冲下老我爸讲，我看过安庆坤因向安豪渡桥，难怪唔会优先。佮当然嘛答应我，因为全世界嘅人拢讲我上高追，我以后嘅人生一定袂佮我高追。我最可爱。还有当作高追的妹妹，比较恋爱，当然唔系无系杨妹。我干，大小啦，叫什么？开一厘啊，那个女仔。干看妹啊，看大小妹啊，那妹得干。开一厘。我最喜欢吹风了，吹风跟抽烟一样，可以忘记很多事情。我应该是想忘记太多的事情，才会去抽烟吸毒的吧。人活着会痛苦，
就是记忆太好了，不要去想就好啦。老爸跟老妈现在一定很忙，他们忙着带阿公去参观天堂，我不会让他们担心的。万一他们担心我也开始在天堂抽烟吸毒的话，那就糗了。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会勤快一点，当个追风少年往前飞行，才不会阿达阿达的常常被人欺负。他们说我是植物人，打我骂我都没有反应，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爱阳光、空气、花、草，还有树木，还有每个人。爸爸，你会懂的。我不会念书，可是我是有用的人。我最认真负责，我会专心长大。我爱好和平。我一定会变成爱好和平的绿巨人。我要运气啊！从来就无人问爱，做嘛该对黑猫变作金毛的，爱咩唔敌，可能是常常生气吧。从前火气很大，看到人就想打，头发就变成金色的，很帅。好可怜哦，真心换嘴皮。也可能是因为太帅，就常常被打。因你都安打来打去。不会打你，就会不认打，懂跳，都没有人发现，其实我是很温柔的，很会照顾人的，真是糟糕。后来才又发现，其实阳光照在金色的头发上，带着一点笑容的我，看起来美萌萌的。有人说这个叫做腼腆，腼腆毛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凉，硬含起烟做金毛的，看面条的。金毛，拜拜照。没什么阳光，阮硬含金毛的，含脚掌有朝气的金毛的。俺用小瓶，应该会较中意爱。没有人喜欢我，因为我不爱笑，我笑不出来。以前我爸打我，我妈也不爱我。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笑的，但是没有想到遇到这么一群命运比我更好笑的人。遇到他们之后，从前的坎坷或是不公平都变成过去的笑话。我真的希望能跟他们一起赶快长大，充满着笑容。我是阳光美少女，因为我知道未来的路纵使再不平，也能够和大家和妈妈还有弟弟一起走过。我希望有一张沃卡，不过我都把西装店，我有阿妹，那长色我很记阿姨的人，记起我的小星星。我主听我的故事会到天堂发光，那里长地阳光好远地买太家主老爱穷穷主动故事新冠度主黑灯一类小星星不是我不卡我真不爱老记着穷穷我暗讲我请为 on VPNing爱情感情阿妹本爱爱晓得体谅别人谢谢爱听错话好好爱吃家做全国清赞的妹虽然都天堂动故事不过有些人要来平安加油加油要飞高一点飞走吧飞高一点加油加油硬起来别回来了飞到我们看不到我以后我
会做一家电脑工程师，而且是投一家部门。我还要孝顺我妈。我以后想做一家优秀又够水的律师。最重要的是，我不会赌博。我想中乐透，一半捐给学校，或者去当大饭店的厨师也不错。小明，我会练习喜欢自己，而且一定会变成一个很有用、很有用的人。小杨，他摆二周替有欣赏，老高替有空用的欣赏。等我存够了钱，我要开一家洗车厂，每天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这样真的很棒。爱上做夫师，本体家有空间的身体，身体好，心情当为好。早起啊，加油加油！鬼子，你不要踹我，我好。跟着打，加油！打给我，你也打给我。去，你再去一家玩电动。好了。老婆。来，我们把我们尊曼老师把举起来，老师来，老师来，来举起来，好，来，1、2、3，加油，哇，好重，你好，强，强，麦丢，家庭暂时老好演，板刀阿公咪报卡。虽然看起来同简单，不过养好生的习惯，简单嘅惩罚，咪去动好。来哦，这边。鸡毛，帮帮忙啊！来，这边要高一点，这边要高一点。来帮你们。来，这边高一点。鸡毛，拉下来。1、2、3。从右嘅黑，麦丢做对基础而已。在抽烟吗？没体力。你看着呢，看着。学妹会抽烟，会不会抽烟？哦，真乖。脚才稳啊！哎，你们可不可以来帮忙？来用力啊！来用力一下。性格好奇开始嘞，好上的含黑强勇，来自西面大风。你再过去一点。来给散打教练羽毛诶。顺利靠松体保身，而且当了国手。中间会再。太卡住董兄。有时候还会跑来烦我。俺想起阿公，从下老和尚的讲的话，未来祖宗一种梦想。不过，俺就做得向下天书，向下做天子要的书。一起在未来面对重重关卡，看都看烦了。你行的发，做得看爱的环岛的影片。这是新加坡，你看，看到越南，看到越南。好的，好的，好的。走了，走了。最大，最大。
点，一二三，耶！只有好师傅。